无痛重开，屌波。我改一下那个标题。Yeah， 好的，魔物猎人世界。在12月10号凌晨1点到12月13号，我不知道几点有封闭测试可以进行游戏，也不算封闭测试啦，只要你有 PlayStation Plus 的资格，你就可以下载。嘿嗨，因为是体验版，所以就体验一下而已，他角色也不能捏。嗯。哦，这一代这么正啊！我操！哦，哈，艾基尔，啊，米娅。这代这么正哦，太夸张了吧！艾路上，哼，这个现在都预设，不能捏吧？到时候应该就给捏了。背景。背景是还没读取出来的。爱路上卡，嘿，卡哇伊，选黑猫吧。爱路の名前，路线。为什么嘴开开啊？属性、展位，这个都基本知识了，就算了。好的，直接三种：初学者、跟中级者，还有上级者的战斗难度。地图是两张，给你两张古代林树之森跟大乙种的荒地。嗨嗨嗨，土沙龙 （Poluporos）、Dos Jaculas（ 贼龙）跟未确认 Monster。嗨，总之先从初级开始吧。塔卡希罗023，感谢。嗨，开始给了装备。装备，哎呦，其实有给不少东西耶。攻击护士、回避性能 skill， 回避这有办法直接看到 skill 情报。哦，他这次这样给，真好看。不错嘛你，卡普空，开窍了是吧？当然是攻击护士啊，哪他妈玩魔物猎人啊，人在装防御的。隐身的蓑衣，这一代的特色吧。据说这一代会给一个可以无限使用的装备，可是有 CD 时间，就没有写。耐水，预知箭头，滑空，这听说可以飞呢。这一代，挑拨，不动，嗨，不动，不动看起来蛮实用的啊。听觉保护耐震，风压无效，哎，穿不动吧？第一个是什么？隐身，一定时间内敌人不会攻击你吗？没什么意义啊。
疗愈的烟筒 box 哦。装备呢？哎呦，有直接可以装哎！快食、气绝、耐性、体力回复量 up、攻击、防御、剑切。剑切是跳龙吧？潜伏、回复速度，他这次是这样子给的吗 ？Skill 情报，剑切一，没有，他就给到剑切一。哦，有哎，他哇，他全身哇，他这一次是一个装备一个技能的意思吗？他不像以前那样子了。剑切这是给到七耶，哦，那应该不一样。剑切二，攻击一，潜伏。嗨，如果是一个装备一个招式的话，那就不用像以前那样配装那么痛苦了。快食，回复量 up。攻击体力化，冰耐化，回复速度，嘿，骑乘鸣人，攻击应该是不会跳的啦，有剑切，所以像这样我就剑切三，攻二，回复速度一了，回复速度并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，我要换掉，潜伏快食，快食可能还有意义一点。剑切，我有别的剑切吗？没了。那如果我全部加攻击会怎样？没有，就这样子了。这样就会变成攻四。哎呦，他攻击力上到这边也会给会心率加5%、欸，不错啊。剑切十。攻四，所以攻四有加5%，这样我够暴击率就有8%、欸，其实蛮好的，而且混装下来也不错看欸，我觉得跟脸有直接关联啊，嚯，这代脸可以长这样，这辈子值了。武器ですね，大剑，古大剑，好丑。狩猎小刀，双太飞龙刀。能力应该都一样啦，虽然武器数字有变，不过展位大小是一模一样的。哎呦，超重棍还在，看来全武器都不会换的样子。狩猎笛也在，长枪、冲、斩击斧、充能斧、斩绿的盾斧、锤，果不其然，还是先来个飞龙刀呢。好吧。爱露猫的选择武器，打击切断，火属性加毒，战力蛮差的，不过可以上毒。嗯，呀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可以支援四人一起连线的样子，就是这个体验版。所以如果你有朋友的话，你可以尝试跟几个朋友一起玩之类的。哎呀，草食戎装啊，丑。哎呀，还是丑，你穿基础装就好了。包子，就这样吧。出発する。哎呀，哎呀，今年2017了，没想到我苦等了。快五年，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实现这种东西。莎莎，这一次为了增加游戏热衷，应该叫代入感，已经会跟你对话了呢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看得出来。嗨，不是啊，让我挥啊！让我回。目标を目指し、痕跡を見つけましょう。这一代据说特色是开放世界，也不算开放世界啦，就是一整个狩猎地图。一整个狩猎地图开放式的，并不会有点与点之间的传送跟读取的样子。
害，不过他一样风格就是啊，这样子在对话上面会比较重要吧，给予队友情报之类的。哦哦，北东 cap， 嗨，那既然他有 cap 的话，应该就是你一开始出生点的选择吧。嗯，而且还有分层呢，哦，最高到第三层的17啊，这边甚至还有一个 cap， 哎，古代数 cap。Camp 就是营地啦，那右上方会直接写出招式，就是你按什么可以有什么，按叉是可以蹲下的嘛，翻滚，蛮流畅的。嗨，啊，死猫讲人话，你可以直接选择要不要让猫留在原地的意思。哦，一呢 ，item。item 没有变化嘛，一样是 L1 按着选择密钥解读，果不其然还是好的。这一代吃的更久了，爆了。那我虽然吃了肉，可是我的体力并没有变，那表示左上角那就是我现在体力最大值了。嗨，哦，不过你可以直接用这个。右边的蘑菇头进行选择，一讲不动的缩影。不动的缩影，受けるダメージを減少させ、ダメージのリアクションも小さくなる。好丑啊！太刺は鋭い攻撃。哦，右上方会直接写出来。后退斩还在，气刃斩，我现在没有气。战斗模式应该是差不多啦，不过它全部都变得比较流畅就是了。还有一个剑切斩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剑切斩是圈加 R2， 没有啊？圈加 R2 是同时吗？没有呢。后退斩、回避、收武器 R3 或 LR1。嗯，它为什么有一个 R3 或者是 R1 的按钮 ？R1。哦，哦 ，R1 变成收武器吗？可是没有意义啊。正方形也可以收啊。还是正方形的按法跟收武器是两回事。你看右上方并没有显示正方形可以收武器，而且你武器拿出来一阵子，你什么都不做的话，它自己会收起来。嗯，自己收起来了。嘿，哦 ，dash， 哦，按住 R1 可以跑步，或者是你 L3 按住也可以跑嘛？没有，我觉得差不多。武器拔刀，嗯，管他的，总而言之，先出发吧，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画面。嗯嗯，嘿，新时代的魔物猎人，哎呦，可以挖、欸！哎呀，终于不会趴下去摸半天，等等等等，你在浪费我一次时间，试试看。平台跳跃本身是依然是存在的，你如果直接走过去的话，不知道会发生事情。哦，对，他走过去按圈，他自己就会捡起来。死灵嘎啊！小石头这一次直接整合成道具了，在右下角写着20个小石头。以前小石头根本不会有哪个人带在身上，就你发病的时候跟你朋友说：“哎、欸，我们拿小石头把狙击的斩龙砸死好了。”然后你就花了差不多30分钟左右把怪砸死。超智障。足迹。他会加 PP。哦、那就是这一代，因为这一代应该你要自己去找怪了吧？再增加一点狩猎感，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设定。シルベムシが痕跡を追い始めました。緑色の光の帯についていきましょう。はいはいはい。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导引虫的，是这一代的特色，就是它会导引，你就可以更快速的寻找到你的战斗目标了。シルベムシがターゲットに導いてくれます。嗯。もう少しでモンスターと遭遇できるはずです。哎。阿姆吉甲 ，Go！ 这一代有数字的设定，有部分的玩家其实不是很喜欢数字这个设定。不过对我来讲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水中可以进行战斗，不过速度有确实减低。
而且据说那个树枝是可以关掉的，如果你真的看得不顺眼的话，你可以直接把可视觉化的问题拿掉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就是自以为是老屁股的话，实际上你有得选择，这是个不错的设定。就是我是不太 care 啦，就是数字这个东西。你说 boss 的怪 boss 可以看到血量，确实有点怪怪的。他妈打怪有数字无所谓啊。嗨嗨嗨。光ゴケはスリンガーの弾です。はいはいはい、壁などに打てば周りを明るく照らします。楽しい。大回旋斩还在，大回旋斩触发之后应该一样会有三段的那个尸体可以砍，一样可以加气刃，这点不错。大火云掌还在，就还蛮好的。我等一下想玩看大剑，足迹吗？其实它这个足迹引导也不错啊，你可以确实的知道怪的可能位置。古代的足迹，而且那个足迹，好了，好像加 P 的样子，状况其实蛮好的。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左上角我的体能跟那个。跟那个血量会变成这样，它这个设定可能就是你没有遇怪的时候，左上角你其实跑步不耗血，应该说跑步不耗耐，我猜啦，就是你在战斗中才会确实的实际有那个的效果，那个就是我的任务目标了吧。但不要再跑了，可以锁定，好啦，过来啦。老样子，看，看来他没有战斗欲望，要大不大的，白痴龙。妈的，这个翻滚，破头啦。这个趴地失衡，这失衡时间也太长了。微黄斩，哎呦！而且翻滚之后的那个移动超快的，哎，他被缠住了，场地效果，好酷啊！你们有注意到翻滚之后的那个移动速度变特别快吗？就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延迟，翻滚之后会马上跑起来。你他妈，你在跑！这样子我按 R1 的时候，他就会直接收刀，然后开始跑起来了。这是一个好的设定。不要再跑了，大哥。你有没有要打架嘞？大哥。碎嘞。而且这叫到底断不断得了尾啊？哦，这个雷光虫砍掉会直接爆炸。这个动作也还在。
道他会甩尾。死掉了，好废。不过我看不出来他能不能断尾，我对尾巴砍了蛮多下的。底石呢？身上竟然没有底石，哎，太夸张！哎，有有有，底石是无限的，赞哦！哎呀，没有叮一声，可惜。胜利动作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定会在 PSN 卖胜利动作，一个卖你30块台币之类的。啊，我死啦！库利亚特点，成功突破初级任务的话会送这些，你到时候正式版可以直接使用。好评预约少妇中。哦，该来打终极的屠杀龙了。屠杀龙对于近战来讲，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面对的家伙。新手啦，做成西马斯卡，我已经有了终极者像。嗨，果不其然呢，还是要来我们的钢浪死一下了。既然有钢浪死，怎么能错过呢？死灵钢二装频数 up。地面植物取得蛋的装填数稍微增加，没差异。出发不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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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我的是 PS4 而已， Pro 我还没买，我有预计要买。荒地的暴走者波鲁波洛斯，嗨嗨嗨嗨嗨嗨，嗨呀，刚刚就只是打怪而已，我没有看地图，我好想探地图，我想看看次世代的世界长什么样。嗨，道に迷ったら地図を開いてくださいね。嗨嗨嗨。啊、还有很多东西是我没有看过的。哦，这里让我分上下层，还有地底。等我一下哦。啥啥啥？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这好像可以丢小石头的样子。钢浪石。呼呼呼！呼呼！哎呀！不过没有配音呢，真神奇。好呀！哇！我看一下 reload 要怎么 reload。那防御呢？防御不见嘞。防御，防御，哦，防御变成 R2。嘿，哦 ，reload 超帅的、啊。龙极炮防御图，嗨。哎呀！快速旅漏的动作还在。呼，哎呀！嗯。不过冲枪跟长枪本身应该不会变，它的收刀速度一样慢，而且不太能够衔接快速跑步这个动作。这个是怎样？这可以直接丢东西吗？嗯，其实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L1，嗯，看不是很懂。发射，哦，スリンガーで発生する音を利用すればモンスターの気を引く。发射，哦，它会自动瞄准的。其实，如果画面上面有你的目标的话，像这个零路。哇塞！哇哇，高科技石头，全自动追踪，
嘿嘿，四，聊天四，好，对不对？看地图有一点麻烦，就是。哦，这一带荒漠，好漂亮。总而言之，还是先以寻找敌人为主吧。探地图晚点再看看，还是先打怪比较好。嗯，没有看到主机呢。哎呦，蚂蚁儿。噔噔噔噔，一般来讲，以土沙龙的尿性的话，它会窝在泥巴比较多的位置。哎呦，这个真漂亮！哎呦，超鸡掰龟头龙这一代也还在。Hello Hello， 六九六五四一七七五，感谢。怎样啦？有意见是不是啊？白痴龟头龙。嗯，看地图真的是有一点麻烦。嗯，反正现在我不知道是土沙龙在哪里，我错过那个位置了。像这种地方，这种泥巴多的，就是土沙龙特别爱的位置。哎呀，哇！本本里面会出现的麻痹风也还在，连叫声都一模一样了。来来来，下来下来，太矮了，打不到。沙龙在哪里？沙龙沙龙，哦，地图真漂亮啊！嗯，鱼龙哎、欸。嗯，那不是我的目标。那个是不是熔岩龙啊 ？Hello Hello， 这熔岩龙哎、欸。好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哎呀！啊！糟糕！哎呦！不过这个跟一般熔岩龙是有点不一样。哎，翻肚啊！先尬他一个龙极炮。吃东西可以走，哇干！魔物猎人吃东西可以移动啦，太神啦！干，魔物猎人的音乐一直都超好听。全弹发射 ，reload，
干，这个超帅的。他会破防，哇，他全弹发射之后有多一招新动作，我的猫竟然他妈在游泳，防错边了。我溺死啊！龙击炮完成。掉了，超帅的啦！而且很神奇的是，啊，你怎么跑过去跑回来？干，对我念念不忘，对吧？哦，是传说的猎人鲁文文。碎！看这新动作真的超碎，他会把子弹撒在怪的身上，然后一次爆炸，死了，再会了。なかなかターゲット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ね。シルベムシや生態マップをよく確認しましょう。泥鱼龙的鳞，它不是龙眼龙，它叫泥鱼龙，欸，我觉得是同一只啦，只是因为生态不一样，所以换名字而已。海美，这不是我任务目标，我要打土沙龙，抱歉，我的错，我只是看到意料外的怪了，受不了就想打了。Hello，Hello， 哦，流水水，这个是一般鱼龙而已，我没有兴趣。土沙龙比较麻烦的是，它的防御现在变成要按 R2 右后方那颗，反而不太习惯。我刚刚一直想要防，可是都按错了。这个要重新习惯了。哎呦，这一次的跳狗龙啊，也算跳狗龙啊，就这一次的跳狗，每一代都有这种东西。你第一个要面对的大型怪就长这个样子。阿开佑，感谢。Hello Hello， 啊，土沙龙嘞，土沙龙的生态模式来讲，不是在大沙漠，就是在泥巴里面，妈的跟狗一样。沙龙算第一次遇到比较辛苦的怪吧。那边那个绿绿的是什么？不好打。哎呦，没拉路。哼，猫族之间的互动。矿脉，哇，好快，哇，哟，我开挖。
我觉得最夸张的就是吃东西这样可以移动。什么？魔物猎人吃东西可以移动？这不是我认识的魔物猎人。霸王，霸王。有些老屁股会这样。终于找到了，怎么屠杀 ？Last Lee， 感谢。哎，回来。哇，他这个是什么？超帅的。屠杀龙最智障的设定是他的弱点在他的手收，所以就不好打。哇，屠杀龙火车啊！可是我有一个往前垫步的动作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。所以打土沙龙的时候，拿无视肉质的武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哇，这个甩尾真有魄力！我还不先他妈干你一发大！怎样？哦，地图破坏效果。哎呦，凶啊！视野差。神器，哇，耳朵捂住的时候竟然可以移动，这不是魔物猎人。这个超帅的，他这个往前垫步，而且可以跳到敌人身上的动作，真的太夸张了。断尾了，哇！还有五分钟了。这一代奇珍攻击依然存在。斧鲁巴斯托，哇，干，超帅的！哇，我的猫竟然把大体，太帅了吧！叫三小。モンスターが移動を始めましたね。シルベムシを頼りに追いかけましょう。哇，这个场地滑溜梯效果。回来回来，我剩五分钟啦！别浪费我时间，大哥。哇，他会跳这个，好聪明。我说大哥、啊、你跑屁啊，我剩四分钟啊。哎呦，我看是累咯。哇，糟糕，可以。而且他刚刚抖一抖，发现没东西，竟然有特殊反应，太好笑了。
回来啊，干，我剩下两分钟左右啦。没力了。大哥啊，你看左上角已经红啦，红啦。哦，跑掉了。我没有，在睡觉。完了，没有展位。不是啊，你不要再跑了。不要滚啊！不是啊，大哥，我还没时间啦。别叫啊！我他妈没空没时间。啊！终于死了。クエストクリア、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Timer 十，真危险！耶、yeah! ，我跟猫融合起来啊 ！QAZWSX77453， 感谢。これはすごい！呀，终极突破！来了。要打一个连我都没看过的怪了。哦，そうですね。超能符给毒属性的麻锤。果不其然，第一拓荒就是扛大剑。KKABB 700，感谢大剑的知识蓄力斩。大剑，我记得看图、看影片有一个冲撞蓄力斩的样子。調査団の手を今回のターゲットは、早速地図を確認してみましょう。私たちの現在位置がこちら。こちら。機関車によると、このモンスターは縄張りを主張し、あちこちに粘液を吹きつけていたとのこと。まずはこちらの場所を目指し、粘液の痕跡を見つけましょう。うん。では目的のモンスターを探し出し、制限時間以内。体験は攻撃力の高い近接武器です。隙は大きいですが、その分威力は絶大です。お、
哇干，他翻滚之后直接衔接冲撞欸。他就会直接变成强蓄力了。他蓄力斩动作不知道是不是发光瞬间放掉一样。嗯，应该是你第三下抖那一下的时候放开，火力应该是最大的。对，哦，你翻滚之后按三角形会直接变成冲撞攻击，然后直接衔接到超蓄力，应该叫强蓄力斩。而且强蓄力斩好像，哦，你这次没有横拍那个动作了吗？怎么会？横拍那个动作不是还蛮好用的吗？上斩蓄力，强蓄力，增强蓄力是什么？哈？蓄力斩，强蓄力斩，增强蓄力斩。哎呦，这一代的新动作，增强蓄力，增强啊！啊，不过你不能够挥出去之后直接按住 R1 跑步，你一定要翻滚之后才行。好，出发吧。这样子大剑又变得更夸张了。大剑在一瞬之间可以使出三次的蓄力斩。如果这一代集中之类的技能还在的话，就会变得很夸张。你可以直接对敌人的弱点连续进行三次破百的伤害。没看到人。哎呦，不过就撞飞。哦，横拍还在啊。嗯，你若按圈会变这样，85刀啊。嗯，横拍这个动作其实是还在。不过大剑本身动作跟以前并没有太大，就是它的缺点还是存在，你会觉得很慢。啊，不过这是这把武器的特色。不是啊，我要看那个绿绿的是什么。喝药竟然可以走，我无法想象魔物猎人吃药的时候竟然是可以移动的。嗯，粘液呢？哎呦，地底密穴，就是刚贼龙跑进来的地图。这一只羊被我收服了，还是你欠砍？哎，被收服了，自己人？是不是那个？这是猫的技能。这只总不是了吧？
跟着导引虫前进好了。哦，呜吼！可爱的女猎人，哦，看来要看到任务目标了。Jackie，hello hello， 怎样？头中了一刀，受不了是不是？回来回来，呜！这个抓抓是什么？哦、oh! ，嗯，哦，哦，我靠！哦，我懂了。他的补血有变哦，补血虽然给你移动了，不过有一个小小的变化。哇，这也是跳跃攻击，直接变成这样。这么凶啊！换地图，哦，他跟其他人打架，去打去打。他喝药的时候会有一个白色的，你全部喝完，他才会就是补成那个样子。你如果中途被攻击或者是回避的话，他就会把那条白色的消掉，你就会浪费一个补。哇哦！哦，是哟。
汽油，汽油。然后他的脚上面有刀伤哎，219累了，我也累了，大哥。モンスターが疲労しています。こっちが攻める番ですよ。他是白卡还是累？都有。哦，不过翻滚之后直接收刀，其实非常快。哇，没有摔到，很可惜。这些龙都没有积极力。有啦，就跟马一样啊。好硬。我怎么？哦。スリンガーに弾が装填されていません。哇，要很近的。好难射。他这一次变投掷方式变成用这样子射，其实不太好瞄。不过我觉得是习惯性问题啊，你不要再跑了，大哥，有什么好跑的？死了就算了，来生再来一次就得了。卡巴，我卡巴。他跑下去嘞，啊，干妈妈干嘞！白痴，拿这冲！哎呦，哇，还跟人家打架，好猛！
最后一下被咬到。哎呦，你到底要不要跟我打？蛮有趣的家伙。竟然打了16分钟，準備萬全。Yeah! 楽しい。哎，好了，全破了。来玩看别的游戏跟其他的小东西好了，有什么好玩的呢？充能斧可能比较麻烦，它的问题在于那个，它要先。